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九三要赚钱未来事件部》，我是晶晶。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大盘哦，今天台股的大盘很厉害，因为其实还是非常的强势的情况，热度也不减。但是呢，我们专家跟大家提醒到的一些股票，在今天一样创新高哦，厉害吧？对，而且其实我们谢文老师呢，手中股票就是没有太多啦，真的。但是跟大家预告的这个鸿海今天再创高，几乎要挑战150块钱了，今天大涨了6.5元。那么上银今天也创新高哦。对，同时上银还亮灯涨停，它就收在涨停板。但是我们想要抢请教的是说，重电股，重电股其实老师也蛮关注的哈。对，昨天表现的算是盘面上的热度，但是今天的重电怎么会普遍都是比较大跌，或是说甚至华晨还跌停哦，这样的情况，重电股又要怎么看呢？赶快请教谢天谢地谢文恩老师。好的，那么基本上哈，晶晶这问法问的还算蛮保守的，保守。他应该问我说哈，我是不是重电股又卖在最高的高点？哎呀，你是啦。我当然不可，我怎么可能？晶晶在看太多投顾节目，相对高点，因为啊，一般投顾节目呢，他给大家的 image 就是负责每天买最低，每天卖在一个水准。最高高点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昨天的中兴电呢是一根长黑棒，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说中兴电他买在126块钱，那假设今天中兴电呢从昨天长黑棒变长黑 K 棒的跌停板，拍谁？马上还高金跟你讲说昨天卖在卖哎还高金跟你讲说卖在最高高点，是基本上哦，最近有很多人他带枪来投靠，那我说过的，我谢文恩啊，我真的也不怕让你先赚钱再入会啦。我们等下重点我一定要讲，因为没在盖牌的啊，对，我没在盖牌的，我没在盖牌的，就像我问大家，3月25号这一个礼拜还上礼拜，我不记得啊，反正就这礼拜，这礼拜礼拜一，3月25号的时候呢，我很清楚的跟你预告，那当然你不是我的会员嘛，那你先让我拉出一个所谓获利空间，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做什么样股票。在上个哎这个礼拜哎上个礼拜上礼拜哎我好像是上礼拜我买还是礼拜四买的，我去买2049上银。那么其实上银呢这档股票呢，我跟大家铺梗也铺得非常非常久，我说它是一家非常奇怪的公司，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哈，我先问你哈。为什么重电股一天涨一天跌？老师，我不知道啊。难道你们没有？你们反而每天我讲事实好了、你看57台，你看58台，是绝对不可能看赚到钱的。你要看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个水新闻。就像我请问各位，每次只要日币贬值，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左董事长出来靠腰说：“哦，叫做我们公积金怎么活？”哦，他是出来靠腰嘛。我们讲啊，这边讲什么？哎，公积金业者出来靠腰说：“我们怎么活？”结果呢，我在一个月前我就跟大家报告了，我说工具金很奇怪哦，它没有出来靠腰了，赢不出来靠腰，哎，日币还在暴跌，暴还在跌，不是贬，是暴贬，暴贬，暴贬，好，好，所以说呢，这是我买上银的原因嘛，而且上银呢，它也在 A 没有嘛，我说过了嘛 ，AI 人形机器人，你可以去买你的凌华，你可以去买你的8230星汉，你可以买你的广明，你也可以跟一群白痴用骗的跟你讲说要手中所罗门，那是每一个人造化嘛，看你要跟到什么样的老师嘛。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哈，我没有盖牌，而且我是直接给看扣讯的，我是直接给看扣讯的。不止如此哦，我们昨天还加码，来，我带大家来看的。好，那么所以说恭喜会员哦，上影涨停还没完哦，还没完。来，我们现在解一下大盘哦。基本上哦，昨天我说真的，如果你有看投顾节目，应该有很多投顾老师开始还考金啊，开始想说，这个行情可能要崩盘了。好。你们先想一下哈，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有没有跟你几个英文简单英文字 ？Good for bull。我说对多头而言，它是一件好事。这是我谢文恩我讲的。如果我没有讲，我头剁下来给你当椅子坐。好，再看一件事情哦。今天10:02的时候，你看到改这一个字，代表我们已经有第一通 call 进去，可是第一通 call 讯买不到。第二个东西买不到，才会有改这一个字。那我请问各位，为什么改？因为大盘主力现在多，而且 good for bull。结果呢，133到140没中，没中，好，没中。可是这个价格成交，这样子一天时间，我又赚了100点了。我再跟大家报告哈，你看我的节目绝对不是一天，绝对不是两天。我操作我的 SOP 是什么？我说借由主力信贷，借由关键价，借由 AC。你在2年的时间，你20万的资金要变成1600万。当你20万的资金变成1600万，当你1600万变成16亿的时候，你就不会得糖尿病，你就不会得高血压，你也绝对不会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因为你懂得养生。那么，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好了啦。
那你要怎么样二十万变一千六百万，一千六百万去达成破亿的人生目标？再一遍，我一定要强调，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为什么你要有种主力期待？好，很快就带过、哦。反正还是老话一句哦，今年总共三次隔天涨五百点的，我谢文没有任何一次绕高。好、哦，很快就回顾嘛。这是当时台积电法说会四月，哎，一月十八号。然后农历封关的时候我也没错过。好，那我跳快点，跳到台指结算是礼拜三结算。是，好，李安杰，所以说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台指四月份，没错吧？礼拜三结算，所以说礼拜三做台指四月份，礼拜哎台指三月份持续维持全胜，就来到礼拜三，哎，礼拜。是台指结算，来问你哦，从17282点的台指期货一路哦，一路到19849，19813，你敢不敢做多？神经病，脑袋有洞。好，你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我觉得啦，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做期货啦，因为很不客观。为什么？因为我问你哦，台积电那时候在17282。假设涨到18000点，如果哈你没有训练有素，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你没有多方价，已经涨800多点了，你期货没有多单，相信我，你唯一的方向就是放空停损，停损放空，放空停损，停损放空停损。我这样讲没错吧？可是当我拥有的一水主力心态，在上个礼拜三台期货结算，哎，台期货结算，哇，干，这要拉杀的多漂亮，看到没？杀到脱裤子，我告诉你，我813买，等于说在上个礼拜三，我马上把03的部位全部补回来，不管包括866、813，还有849到830，好，849，还849到840，我全部都买，结果呢，有没有成交？哎，最低的低点还穿价成交，有没有穿价成交？结果没想到这个成交让我的会员哦，让会员哦，而且哈、哦、是礼拜三买完之后，礼拜四直接涨400多点，三笔多单，我就赚了1500点了。你20万的一个所谓资金不多啦，反而帮你赚30万了、啊，就一天时间，好，来，再变哦。很多人说小时期货不敢做，我有时候觉得说哈、哦。你们很奇怪，你们期货不敢做，可是你们却爱台积电，你懂意思吧？期货它只是台积电占期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因子，你认同哦？你去买00939、00940、00919，你全部被套，因为里面没有台积电，然后里面没有台积电、那我只是去做多台积电的一个大的 ETF 而已啊，还没完哦。当你拥有的一个所谓主线，再看一下主线来哦，你看哦，813，这边813 PM 盘。AM 盘，怪不得上个礼拜是台北股市一口气涨400多点，好，200多万对账单，看一看，来，然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C， 所以上个礼拜五台指期货往下急杀，来到20125点的时候，我还在做多。那如果你知道20125点做多可以再赚200点，我请问各位要不要赚？他要赚吗？200点40000块，干，你做股票给我看，你要赚40000块，比登天还难呐、啊！好、哦，来，好、哦，所以你要看这张单的哈、哦，要看14万这张单的、哦，来继续哦。然后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说，这行情要开始 tumble 了。为什么？因为 tumble 是我不小心看到外资，因为外资期货他妈的空超多的，对，空很多，不是卖哦，外资是空哦，不是给你卖哦，空，对，他直接给空哦，所以跟你讲预告 Tumble 啊 ，Tumble， 然后也跟大家给大家看 K 线嘛。他说老师啊，哦，这太复杂，好，来，昨天 K 线有点复杂，那来，许晶晶，那我们看客观一点的，看对账单比较快的，对账单，看 K 线复杂对不对？对，很好，那看对账单好吧，好不好？来，3月26号37000，3月257400，复杂一样赚钱啊，赚多赚少而已嘛，赚多赚少也来在对，好，那我问你哦，我怎么赚到了？不是，你要有主力心态，再变啊！昨天外资期货现货同步站在卖方，来就补，没问题哦。我问你哦，我昨天有没有跟大家预告 good for 不油？从昨天的 PM 盘，昨天 PM 盘哇，震荡超激烈，好，来。那这样 good for 不，我昨天跟你讲 good for 不，好，有没有？还把昨天精神讲一遍好，昨天精神，我说 OTC 没救啊，可是加权没破，这是我讲的，台指没破，这是我讲的，所以说我说 good for 不，那到底 good for 不到
到底主力现在怎么算出来的？我真的很奉劝各位啦，反正你真的去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就对了，而且可以拥有盘中信息。现在就100点哦，现在100点哦，100点哦。那我请问各位，来再一遍哦。我现在会员哈、哦、又多了娱乐，我是很多娱乐啦。你们三不五时又传什么健康报告给我看呢、啊？啊，三不五时呢，你们现在也在看什么00919939了？好、哦，919939，然后这会员很好笑说，哎、欸，没有，不是，我跟大家报告过哈、哦。其实我一直鼓励我的一个所谓会员啊，我们期货哈，我们是赚那群白痴的。Sorry， 老师你骂到我，我今天赔钱。Sorry。市场上它是一个零和赛局，你来市场上，如果你是为了赔钱，你不要来嘛。你来干嘛嘛？那有的人是死不认错，每天不断的放空停损，停损完再放空，那我都不懂在干什么啦。我们今天叫做和气生财，我们来市场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好啊，来啊，我赚7432块，我赚35382块，我赚什么？14万，我赚14万，哦，赚十四万，我赚，来，再一遍呢，我赚2297804。你为什么？你们不是，你不要去羡慕说人家为什么可以赚200多万。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急杀，哎，拍谁哦？那你那天说老师，拍谁？老师，你盖牌，这啥？这三万哥，我还给你看，我还在加码买红海。我有盖牌吗？好了，先不讲红海期货了，我们先把期货讲完了。你这个813你要敢买？不是问题，为什么813不该卖？因为它急杀，它明明就是个很大的一个水头。可是如果你把它调到主力心态，813在这边，所以说拜托大家真的啦，反正我知道你们看我节目很辛苦，一定要看到很多投顾 A 片，每天每一个人都在买广告哦，甚至有时候我会被吓到，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要看我的点阅的时候，会突然啊，他这么样，他叫拍出什么东西啊？你看到别人广告啊？哦哦，那喊着多大声，吓死人啊！靠腰呗、欸。老师，你知道他都是根据你的兴趣跟过往记录来推给你的吗？我没有，都是投顾广告啊，都是投顾、哦，都投广告、啊。你只要看一次谢文的节目哦，投顾全部都是投顾广告。对，投顾的 A 片，哦、那种拍咪洗脑片。没有，我们来打赌一件事好不好？哦、是，可是讲这话好像得罪全市场的人哦。对，只要有买广告的，你去跟他操作，能赚钱。我投，我跟你讲真的哦，好，不要了，能赚钱哈、哦，你上辈子有烧好香，嗯、哦，我都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本末倒置，投顾老师为什么买广告？你有没有回答我？你看我节目看到一半，啪啪又广告出来了，哎，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啊，恭喜辉生亮登场，哦 ，My God， 哦，差点下巴掉。没有啦，那没有嘛，我再强调我做法，反正每个人的玩法嘛，来。我今天哈，我从期货赚的钱，好，我去做 ETF 不行哦。而且我现在这个客人很可爱，你知道吗？嗯，没有，所以我跟你讲 ，ETF 今天再杀，我要买。对，就今天没杀。好，没杀。好，我说好，来，反正 ETF 我们把它当作是练功的工具，练功嘛。因为什么呢？我问你哦，我就以00919为主，00919里面有2603长荣，我也有。305神机我有，376神达我没有，245是联发科我没有，好、哦，它等于说这么多成分股，而且它的比重会改变，比重会改变。那你说你可能去算这所有成分股吗？你有时间你慢慢算啊，慢慢算。可是就我的业水角度，我没有美国时间，好、哦，我没有美国时间嘛，所以说我是用最简单的空间理论在节目当中跟你做分析。好、哦，就像当它跌破多方防守价的时候，322跌破了，上一倍跌破了，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呢，到昨天还在爆杀、欸，3221跌。跌破之后到昨天还在爆杀，好，来老师，今天老师你的主题哈，你写阳线吞噬，我吞你的乌龟了，吞。市电才叫做阳线吞噬，要出现阳线吞噬，没有，你全方位360哈，你直接把我课程带回去，来，我们来哈，没有，来再没有，这不大支撑哦，我还没算完哦，它的压力都在25.9。25.9，我写的很慢哦，没有，因为现在00919系列的940939，它的波动会很大。就股票的角度，一天波动10%很正常。比如在高，红盘5%，黑盘5%很正常。相信我，00919、940939，它一天哦，
5%是刚刚好而已，真的红盘黑盘至少都是5%，是，所以说这个小波动你大概要稍微抓一下，大概要稍微抓一下，我讲的很慢哦，我讲很慢哦。好，那25.9是明天它非常大的空方防守价，我先给你做预告哦。好，来，我就先预告啊，多少价嘞？你去打电话进来问嘛。啊，老师说啊，我昨天打电话进来啊，只有今天价格没来，我等一天等不到。我问你哦，你等一天等不到，你的毛又比较少吗？没有啊，你等一天等不到，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东西，来来。没有，你们会有等到了啊？你们3035资源等那么久了，每天买每天套，还在破底啊！你们就知道做主力在放空的股票，我真的也没办法啦。从200，哎，从哦，拍水，从400、460一路暴跌到现在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已经差100块了。你输100万很正常，你这100万如果说来做指数期货，你现在100万已经变600多万了，这是很大的差别，100多万变600多万，变600多万了。好，来来来来，好。好，总好，然后你台通还在破底嘛？万一台通还破底，不要去买那种，不要买那种没赚。你算了，好，来，再来一遍哦，再来一遍哦。废话，都去追强势股，追七档总会有一两档继续不断的上涨，其他都跌到烂掉了。这是你们参加投顾老师的心声，因为他们真的花太多钱不务正业了。既然这么喜欢不务正业去拍 A 片好了啦，真的啦，为什么要花钱买广告呢？都不会照顾会员，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那既然哈，指数在20000点，我还是建议大家啦，在20000点之上，你要养成颠倒的操作。来举例说明哦。昨天呢，我们中金店都冲嘛，你有看我昨天给大家看口讯，来来啊，中金店后面有一个口讯哦，204有上赢，266、21加嘛，9:24。结果上银呢，昨天收盘收258.5，收258.5。好，我买266，一定中，一定中，一定中。其实基本上，我昨天上银买到266那一刹那呢，它有往上急拉，它有先急拉，它有先急拉，急拉。可是呢，我认为呢，工具机产业因为这个人形机器人，因为而且我之前给大家看过我家狗的相片嘛，好，它是未来的趋势。结果呢，今天就来到涨停板了，284。妹妹，我再一遍哦。昨天266的上影，麻烦你把你的江波图调出来看，它是黑盘，红黑红黑红黑，它是黑盘，它是黑盘。那来再一遍哦，我上礼拜买一次上影，然后呢，昨天再买一次上影，两次上影。基本上我操作股票的一个所谓方法，来再讲一遍哦。其实呢，比较独特啦，就好像893的国统，我也没出。1503事件我也没出，我慢慢举例哦。国统的话呢，认同度比较低啦，不过未来你就会知道高了，好，你就知道高了，因为现在呢，台湾也出现水上面的夜水问题。国统我只买两次，我赚了一倍。那1503的夜水事件哦，事件这些空间又看过了哈、哦。尤其呢，我最自豪的地方在哪？2月19号，老师你不要再讲干话，你直接跟我讲事件怎么做啦？为什么？晶晶以为。妈，谢文卡住了，还好我胆固醇都有控制哦。其实导致于心肌梗塞，没有啦，心肌除了心肌梗塞之外，人也是怕心血管剥离，剥离跟梗塞呢，你问我哪一个比较严重？其实都很严重。可是呢，如果说是剥离的话，其实它猝死率比梗塞更高，更危急。你剥离发生的时候，你帮他 CPR， 那是一点屁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的水管破掉，我们不讲血管，水管。破掉，你今天浇花水管破掉，你如何去把水运到土上面浇花？这么简单逻辑吧。那可是呢，有关于心血管剥离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啦，它是跟胆固醇也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它牵扯到真枪还有假枪，它制造另外一个假枪。好，当制造出假枪的时候，没有啦，是因为我妈妈她有那个血管剥离过。因为可是老人家，其实我讲讲白，老人家等我们大概80几岁的时候呢，你对很多东西的反应它是很迟钝的。你血管剥离，你心肌梗塞，你不会痛，你怎么会痛啦？你神经痛已经吃药吃到都已经变笨了，怎么会痛？好、哦，那是因为医生去照那个 CT， 他肚子不舒服，带去照来到就挂急诊嘛，照 CT 刚好照到，医生说哎肚子 OK 啊，可是呢怎么上面这边有一坨黑黑的？所以说呢，他说呢，不排除这边还在照一次 CT， 可是呢，如果说呢，照两次 CT， 以妈的年纪来说的话呢，他有可能呢，会变成重症洗肾。哦，是辐射量吗？对，辐射量。对，
没有，因为那显影镜。哦，显影镜。然后，然后你们就叫医生用猜的、哦。没有没有，因为其实 CT 没办法整片啊，就是切，它切区域，对，分区分区。看，我问医生说：“你这他妈的，我没有讲他妈，医生没讲他妈的，看你这叫干话，你知道吗？你叫我怎么选？你叫我怎么选？那你就整赌一把、啊，就赌一把、啊，赌看哪一区、啊？对啊，不是啊，你这边看到黑黑的啊，你就把它当作是有当作是有心脏血管玻璃来治疗就好了。嗯，没有啦，控制你们的血糖。”血糖也是很重要，造成心血管不健康的就是两样东西而已啊。其实很多样，好了，最重要是压力，嗯，压力嘛，压力，然后血糖、血脂、高血压，好、哦，统称于高血压，什么三酸甘油脂，这些都是造成。你不管是心那个小鬼黄鸿升，他就是心血管玻璃啊，对，那个都是猝死，那是几秒钟死掉的，那血全部流光光就死掉了，好。讲这干嘛？好，来，讲这干嘛？讲这接不回去的，堵塞，突然堵塞卡住，哦，堵塞卡住，好，堵塞卡住，好，来，29号，好，没有，我没出就没出，有出就有出，没有，因为哦，再一遍哦，我刚好像有讲这个吧？哎，还忘了提，今天呢，电力股跌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蓝白脱、嗯，不是蓝白脱了，蓝白脱，因为本来就是要反对执政党的。任何建树，这才是在野党他们存在的价值。不是监督吗？为什么是反对？监督、就是反对他们建树啊。当你一个执政党如果建树非常好的时候，我永远当在野党了、嗯，你懂我意思吧？嗯。所以说传出的一个唯一的利空就是，好像我会看到新闻啊，蓝白呢，因为蓝白加起来票，哦、它比那个绿多、嗯，他们想把电费上涨给挡下来，变成动涨。哦哦，冻涨，好、哦，这是这个哦，更就这个，这影响蛮大的、欸。这个哈、哦，我是觉得短线有影响，长线不会有影响、啊。为什么？因为台电它的强韧电网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做了吗？台电说，哦，更不会 啊，怎么可能？还是要做啊，还是要做，啊、还是要做，还是要好、啊、好，这是我的分析。来，继续，靠腰，我都没有时间了。很多人说，谢老师，你医师是真的有讲哦。我2月19号如果没跟你讲4.144再买，我投都要给你当椅做好、嗯啊、买、啊、有拍摄、啊、哦，头先都来了哦哎哎、那张图了，对的，意思是来了哈，来了哈，所以说四电的一个所谓部分真的赚到爆，赚到爆，我赚了好几倍，赚了3.7倍，赚了500块哈，要讲这个要讲笑话，老师我买零股，我操，导播来，我怕等下时间不够，先跳最后一个标，好，零股塔比较快，零股。是的，哎，今天那个时间点真的是大家怕，他还愿意买不错了，很多人都点不敢动了。啊，我就从1210、1314一路买了，然后到一六几嘛，然后到173都还在买。嗯，那市电的话呢，基本上没有，我举例好了，如果明天先谈到303，我先走了。我跟你讲的很慢嘛，我讲的很慢，记起来喽，很慢嘛。好，可是278这个价格不能破哦。嗯哼，它破的话，它的下场就跟当时我卖技嘉，我技嘉那时候赚一倍多嘛，赚了好几百块嘛，好赚了好几百块嘛。然后呢，市电到中心电啊，中心电的话，我看剩5分钟，我还要讲一档股票、啊。中心电部分，我们也赚了190万。然后3005的神机今天还维持在高档震荡，那只是说哈，你跟我操作跟一般投股老师操作比较不一样在哪？一般投顾老师呢，他会不断的换，可是我讲坦白的，我的股票就那几只啊，那甚至、嗯、没有啊。可是问题为什么他们换也许能够赚到钱，可是那些后来的啦、嗯，每天追强势股怎么可能赚到钱呢、啊？可是你们发现哦，不管包括市电，不管包括中电，中电也在变啊、哦，中电哦，中心电在3月12号、13号那一天哦，它盘中突如其来快速往下急杀，爆杀，我告诉你，我还在加码、嗯，那时候我加码买进的价位在167块钱。我167，我到昨天我赚20几万呢、欸，赚20几万呢、欸，所以这是我的，而且我在 Telegram 我跟你们讲、欸、你怎么这样老实、欸、这是我的一个所谓做法，靠腰剩四分钟，然后期货的部分，然后期货部分呢，来跳快，我顺便再提一下啦，今天哦红海，我、哦、来红海，从130嘛，130一路买，好，那我算140那是加码了。我算哦哦，140是什么时候？刚好就是台指期货结算的那一天，杀到813，红海跟着爆杀140再买，光红海期我又赚了6只涨停板，超爽的，赚真的赚翻了。哎、欸，红海耶，股本是好几千，老师红海为什么涨？我告诉你啊，
来，答案出来，答案出来。然后华，那个华兴丽华160华兴也是赚哦，来，鸿海哈、哦、为什么要涨、嗯？因为呢，最主要原因，它我在比伟创好了，我、嗯、每次打伟创好坏哟、哦。伟创我们曾经爱过，伟创我们有、啊、曾经爱过他，对。伟创呢，我估了，没有，我不知道，我真的忘了，我爱过我就忘记了，哎，没有，卖掉我就不记得了。伟创呢，今年预估了 EPS 5块钱，好不好？嗯、好不好？好了，那本益比几倍？广达几倍？可是你仔细看哦，鸿海呢，去年就赚10块钱了，今年呢，在整个 Blackwell 哈、哦、，Blackwell 知道哈、哦，就是那个 B100 的那个 AI，、嗯、然后我觉得美国人，我没讲黄仁勋哦，都很厉害耶、嗯。前面用一用，没有我问你哦，之前叫 H100，现在叫 B100。那我之前呢，生产 H100 的机台可以用来生产 B100 吗？我很多东西我不太想讲，我不想骂人了、啊。再一遍哦，现在叫 B100 主流嘛。那我之前买 H100 是白痴吗？你没有发现 AI 的股票也这样转来转去耶？对啊。啊，之前广达伟创是组装 H100， 那现在变100，那他现在可以组装 B100 吗？那 B100 订单要给他吗？不会啊，可怜。所以说哈，不是说台湾股票我们喜欢做短啦、啊，能做长只有白痴才做短，你懂我意思吗？嗯，懂。对啊，如果像辉达的话，每天叫会员试驾买试驾买试驾买试驾，能做长我做短干嘛？我脑袋有洞哦。这是为什么呢？鸿海今年的 EPS 能够大幅度成长，而且呢，我在140哈，140的扣讯在哪里？140是那天18号的时候嘛，而且我都有贴给你们的，我都有贴给你们哦。我买鸿海的时候，我还跟大家报告，我说苹果已经烂到变成烂苹果了。可是问题呀、啊，总会有王子复仇记吧？嗯，苹果再继续混下去，它会变成宏达电哎。你认为库克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吗？你懂我意思吧？它再烂下去，变宏达电哎。嗯。他就烂下去，没有，特斯拉是没办法，特斯拉是无计可施，所以说现在川普出来说呢，以后中国大陆进来的话，课税要课一倍，哦，所以说这样特斯拉到时候暴涨，换特斯拉暴涨，嗯、不然特斯拉是无计可施。可是苹果它的用户至少有好几20-30亿吧，它要变成宏达电第二吗？它会想办法突围吧，它也要跨入边缘运算，也要开跨入 AI， 那到时候找谁代工？又是鸿海嘛？好，讲完了，好，没有鸿海会涨嘛？嗯、来继续哦。我又找到一档股票，而且这张股票今天大跌，超爽的，今天大跌，没有，它慢慢打底，不是啊，起筋筋的，干我这个股票哈，哪一只不是大只的？我觉得好丢脸哦！你看哪？从15103的市电，1513中心电，是1504的东元，哦，1504的东元，除了8936国统不是大只，可现在国统变大只了，也变大只了，对，国统变大流氓，每天成交10000多张哎，一万多张哎，好，再到2317的鸿海，哦，鸿海，哦，23年不是大只的，好，90%我做股票大只的，我做股票大只，好，问你哦，鸿海哈，它的毛利率6.1%，嗯，这家公司的毛利率是鸿海的四倍，那现在鸿海是涨到这边。那他目前股价还在这边，那如果呢，好一 key 派凯，而且是超大只的股票，你猜对 key 超大只的股票，如果好 key 派凯哈，没有，现在流行那些流氓啊，好，你去买那些什么小型股，你看你去买华星光，华星光跟一个大跳水嘛，你买台通给你大跳水嘛，那不是你要的，好像这种股票就是会接棒市电，接棒鸿海飙涨的一个所谓模式。要怎么样同步拥有？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8。当然，如果说你想验证的什么，包括00919，我不怕你知道，你就打电话进来询问就对了。当然，如果说呢，你想先下载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现在看得懂大盘，我们真的只要360哈，一季的费用服务你一整年。02239239，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已经有预告吗？有，我预告事件，我是要盖起来给我预告事件，我来给你讲。对，我预告，重点是接棒股是谁？赶快请教专家。好，明天下午的2点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时间部，我们再会，拜拜。